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最后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这三条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学家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真正系统，这当然就需要时间。因此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敖，可是他的思想系统直到11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 ,961-1279 年最繁荣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王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最早的新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周敦颐，号濂溪先生，1017-1173年。他是道州，在今湖南省人。晚年住在庐山，就是第21章说过的会远道生讲佛经的地方。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画了许多神秘的图，以图示描绘秘传的道，他们相信得此秘传的人便可成仙。据说周敦颐得到了一张这样的图，他予以重新解释，并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以表示宇宙演化过程。这倒不如说是他研究和发挥了《易传》中的观念，再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他画的图名为《太极图》，他做的解释名为《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不必与《太极图》对照，读起来也很好懂。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和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步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异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肝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为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行既生以神发之，以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助无欲故静，利人极焉。周濂溪集卷一易传的戏词传上说，亦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是朱熹1131-1200年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
朱熹如果不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第25章将要比较详细的讲他精神修养的方法。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但是如我在前一章所说的，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推到逻辑的结论，就是是富是君亦是妙道。当然原因也很明显，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说，他们的教义就不是佛家的教义了，他们就不用出家了。怎样成为圣人是新儒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敦颐的回答是主境，他又进一步说，主境就是无欲的状态。他的第二篇主要著作是通书，在通书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无欲与道家和禅宗说的无畏和无心是基本一样的，可是他用无欲不用无畏无心，这表明他企图撇开佛家的出世性质。若就这些名词来说，无欲的无并不如无心的无那样的概括一切。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普，明通公普数以乎。周濂溪集卷五。新儒家的欲自常指私欲，或静止自私，有时候在欲字前面加上思语，是为了使意义更明白些。周敦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这个例子是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孟子这段话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羞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欲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身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照新儒家的说法，孟子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任何人在这种场合的自然自发的反应。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他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按照他的第一冲动而行动，而是停下来想一想，他可能想到这个孺子是他的仇人之子，不该救他，或者这个孺子是他的友人之子，应该救他。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受第二思念及转念所驱使，因而丧失了固有的静虚状态以及随之而有的动直状态。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
进的立即反应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激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普。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 L 学家要在本章提到的是邵雍号康节先生 1011-11-1077 年，他是今河南省人。他的宇宙发生论虽与周敦颐的略有不同，也是由《易经》发展而来，也是利用图解说明他的理论。在第18章已经讲过，汉代出现许多伪书，据说是补充原有的六经。在《易纬》中有所谓卦气说，认为64卦的每一卦在一年中各有一段时间用事。按照卦气说，12月的每一月各在几个卦的管辖之下，其中有一卦是主卦，又名天子卦。这些主卦是负303太三大壮三阳五此字 OCR。三前三女后三遁三否三官三包三坤三。他们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他们的图像表示出了阴阳消长之道。在第12章已经讲过，在这些卦中，连线代表阳与热联系，断线代表阴与寒联系。负三卦五条断线在上，一条连线在下，表示阴极阳生，是中国旧历11月的主卦冬至在此月。干三卦是六条连线，是旧历4月的主卦阳达到极盛。女后三卦五条连线在上，一条断线在下，表示阳极阴生，是旧历5月的主卦夏至在此月。坤三卦是六条断线，是旧历10月的主卦阴达到极盛，下个月就冬至阳生。其余的卦表示阴阳消长的中间阶段。这12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阴达到极盛，下一卦的第一天便出现阳。阳逐步上升，一月一月的一卦一卦的越来越盛，一直达到极盛。于是下一卦的第一爻又出现阴，逐步上升而达到极盛。接着又轮到阳升，一年内的循环，各卦的循环又重新开始。这样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要注意的是，邵雍关于宇宙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关于12主卦的理论。周敦颐是从《易传》的《易》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传上，这些话演绎出他的系统。为了说明这个过程，邵雍画出如下的图。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柔刚阴阳静动。图的第一层或最下层表示两仪。在邵雍的系统中，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第二层与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四象。例如将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与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的四象中的阳。这就是说，在邵雍的系统中，阳不是以一条连线表示，而是以两条一连结表示。
同样的将第二层阴下的断线与第一层洞下的连结连着看极的四象中的阴。这就是说四象中的阴不是，而是同样的第三层或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例如将第三层太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以及第一层洞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由三条连线组成的干三卦。同样的将第三层太阴下的断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以及第一层洞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形对三卦。将第三层少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的断线以及第一层洞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离三卦。用同样的程序可得全部八卦，其顺序为前三对三离三正三巽三坎三艮三坤三。八卦各代表一定的原则或事例，这些原则实体化为天地及宇宙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的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静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静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的之用静之矣。黄极今世观物内篇，像其他术语一样，刚柔也是邵雍从易传中借用的，其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邵雍进一步写道：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静之矣。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的肢体静之矣。同上，这就是邵雍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这是从他的图严格的演绎出来的。在这个图中，太极本身没有实际画出来，但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层下面的空白就象征着太极。邵雍写道，太极一也不动身，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气。黄极今世观物外篇，这些数和象都在图中得到了说明，事物的演化规律。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64卦全图。再将此图分为相等的两半，每半弯成半圆，再将这两个半圆合为一圆，即的邵雍的另一张图，名叫64卦圆图方位图。考察这张图，为了简明，将64卦简为12主卦，可以看出12主卦在图中固定的顺序如下，由中看起顺时针方向。这个序列可用所谓加一倍法自动的达成，因为图中每层符号的数目总是比下一层符号数目加一倍，所以最上层及第六层的符号数目是64，六层组成64卦。这个简单的级数使这张图显得很自然，同时又很神秘。因此他作为邵雍的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而受到绝大多数新儒家的人的欢呼。据说在这项发现内可以找到万物演化的规律和宇宙秘密的钥匙。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一年四季的交替，而且适用于每24小时的昼夜交替。赵少雍与其他新儒家的说法应可以解释为只是阳的否定。所以阳若是宇宙的成的力量，阴就是宇宙的毁的力量。用这个意义解释阴阳，则此图表示的规律是说宇宙万物都经过成和毁的阶段。所以复三卦的出售表示成的阶段的开始，干三卦则表示成的阶段的完成。女后三卦的出爻表示毁的阶段的开始，坤三卦则表示毁的阶段的完成。此图用这样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宇宙规律是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这个原理正是老子和《易传》所强调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绝不是这个宇宙规律的例外。所以少雍认为在复卦出爻，世界就开始存在了。到了太卦，世界上的个体事物就开始产生了。这时候人出现了，到了干卦就达到文明的黄金时代。接着就是不断的毁坏过程，到了包卦一切个体事物都毁灭了，到了坤卦整个世界都不在了。然后又在复卦出爻，在现实开始了另一个世界，又重复以上的全过程。每个世界的成毁各经历129600年。少雍的主要著作是黄极经世，这部书里有我们现存世界的详细年谱。照这部年谱所说，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那是在尧的时代，即公元前24世纪。我们现在是相当于包卦的时代，是万物开始毁灭的时代。第14章已经讲到，中国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是不断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在的一切都不如理想的过去。少雍的理论给予这种观点以形上学的根据。关于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黑格尔的理论，不过照黑格尔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一个新事物在更高水平上开始了。但是照老子和《易传》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新事物只是重复旧事物。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我在第二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张载的宇宙发生论。本章要提到的第三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张载，号横渠先生，1021-1077 年。他是今陕西省人。他也是在《易传》基础上提出宇宙发生论，不过是从另一个观点提出的。在他的宇宙发生论里特别强调气的观念，他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和形上学的理论中越来越重要。气这个语字面的意义是 gas 气体或 ether 以太。在新儒家的哲学中，气与的意义有时候很抽象，有时候很具体，随着具体的哲学家们的不同系统而不同。当它的意义很抽象的时候，它接近质料的概念。质料的概念见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相对立。
它这个意义是指原始的混沌的质料，一切个体事物都由它形成。然而当它的意义很具体的时候，它是指物理的物质，一切存在的个体的物都是用它造成的。张载说的气是这种具体的意义。张载同前人一样，以易传的亦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句话为其宇宙发生论的基础。可是在他看来，太极不是别的，就是气。他的主要著作《正蒙》中写道：“太和所谓道，指太极。”引着注：中含浮沈升降动静相感知性是声音晕相当甚复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张子全书卷二。太和是气的全体之名，又被形容为由气同上浮生动之性都是阳性，沈降静之性都是阴性。气受到阳性的影响就浮生，受到阴性的影响就沈降，这就使得气永远在聚散。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正蒙中又写道：气聚则黎明的失而有形，不聚则黎明不得失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为之客，方其散也，安得聚为之无。同上，于是张载尽力排除佛老的无。他说：“知太虚即气即无无。”同上，太虚实际上不是绝对真空，它只是气处于散的状态，再也看不见而已。正蒙有一段特别有名，叫做《西明》，因为曾将它单独的贴在张载书斋的西墙上作为座右铭。在这一段文字中，张载以为由于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人与其他的物都是同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是干天如父，是坤的如母，把一切人当作自己的兄弟。我们应当推广孝道，通过侍奉宇宙的父母及乾坤父母而实行孝道。侍奉宇宙的父母也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每一个道德行为只要对他有觉解，就是一个侍奉宇宙的父母的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爱别人，仅只因为别人与自己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那么他就是尽他的社会义务，侍奉社会。但是如果他爱别人，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而且是因为他们都是宇宙的父母的孩子，那么他爱别人就不仅是侍奉社会，而且同时是侍奉整个宇宙的父母了。这一段的结语说：身无顺事，眉无宁也。身无顺事是说活着的时候我就顺从和侍奉宇宙的父母。对于西明，后来新儒家的人极为称赞，因为他将儒家对人生的态度与佛家、道家、道教对人生的态度清楚地区别开来。张载在另外的地方写道：太虚即太和道，引者注：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事出入世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太和篇张子全书卷二。圣人就是充分觉解这个过程的人。
因此他既不求在此过程以外如佛家那样追求破除因果结束生命，又不求长生不老如道教那样追求修炼身体尽可能的长留人世。圣人由于觉解宇宙之性，因而知道生魔所得，死魔所丧，正蒙成名篇张子全书卷三。所以他只求过正常的生活，他活着就作为社会一员和作为宇宙一员的义务，需要他做的事一旦死去他就安息了，他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由于他的觉解，他做的事获得了新的意义。新儒家建立了一个观点，从这个观点看来，原先儒家评定为道德的行为都获得更高的价值及超道德的价值。他们本身全都有禅宗称为妙道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确实是禅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Home 目录第24章，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臣，弟弟陈颐1033-1108年开创的学派，由朱熹1131-2000年完成，称为陈朱学派或理学。哥哥陈寅1032-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年继续，王守仁1473-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臣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陈浩的人的观念。陈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陈浩号明道先生，陈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陈浩极其称赞张载的西明，因为西明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陈浩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人的主要特征。他说，学者须先识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之性皆仁也。
实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简，不须穷所。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成，乃谓大乐。若反身未成，则由是二物有对，以及何彼中未有之又安得乐？定完即息明。隐者住，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亦存之，更有何事？必有是焉，而物正心聪妄聪助长，未尝至先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陈氏遗书卷二上，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做过充分的讨论。必有是焉，物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法。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的聚精会神的遵循着这个道理。这样的功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是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至先毫之力。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的给予人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深。”系辞传下。这里的身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身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身的真正意义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人。中医把麻皮叫做补人。程颢说，医书言手足尾皮为补人，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任的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以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的发挥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
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颢、朱熹。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趋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虚信化前原有意，自从山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到来。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时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陈颐的理的观念，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的多。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原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
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气成诸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赵陈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的存亡加减，是他原无少欠百里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里具在平铺放着，几时到姚进君到天的些君到多，顺镜子到天的些子到多。原来依旧。同上陈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充没无证万象森然。同上他充没无证，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他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的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他们的实力，也无论人是否知道他们，他们还是在那里。陈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需用尽，尽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陈浩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沉静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静自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静自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以静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需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需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镜子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涵养需用镜，但是镜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处理情感的方法，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泪。庄子中也说，智人之用心，若静不僵，不盈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及庄子之言的发挥。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陈浩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必，故不能是道大律，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激，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这是陈浩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陈浩说的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物自私，物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从陈颖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因为他的心阔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他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失了，他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失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泪。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阔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失了。因此他有情而无泪。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陈颐解释说，虚是理会的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物也？是之人固有怒于事而色于事。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亦物，小人亦于物。遗书卷十八。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他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寻求快乐。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明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习受学于周茂书及周敦颐。隐者著每领寻众泥言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子曰，泛书时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
军政部长，一位响当，财政部长，一位响当，赞李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季晨官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呼疑风呼舞于泳而归。夫子谓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昔冉有功，西华士作章。以上所引的第一章，陈怡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陈士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陈浩解释说，单瓢漏象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七与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再看陈怡的另一段语录，先于生无此字 OCR， 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郑书曰：颜子所乐者何事？生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陈怡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陈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陈怡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及其所居之为乐，其日用之长出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是三子之归归于是谓之末者，其气象不谋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垂三十年居落之四无此字 OCR。风月情怀江湖性气。色思其举祥而后至。无见无贫无富无贵。无疆无营无居无妓。窘未尝幽隐不治罪。收天下春归之干废。盆池资盈问有见税。小车赏心大笔快至。或带皆离或者半壁。或坐林间或行水际。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闻人之恶若覆芒刺。闻人之善如佩兰蕙。不轻缠薄不谈方士。不出户庭直祭天地。三军莫临万中莫至。为快活人六十五岁。衣穿即攘即卷十四。陈浩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薪与人同。道通天的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难而道此事豪雄。明道文集卷一。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陈浩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新儒家理学 Home 目录第25章新儒家理学。陈颐死后只有22年，朱熹1131-2000年就生于今福建省。这20年中政局变化是严重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 960-1126 年，在此以后为南宋 1127-1129 年。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经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140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人之前仍然如此。我在第17章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在第23章
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写了几部经典的新译，宋神宗于1075年已命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做了《周易本义》《诗集传》。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帝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做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新学校为止。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的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而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例前一章已经考察了陈颐关于理的学说，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气。朱子语类卷95，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这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里。语类卷101，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何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形皆云皆砖，便有砖之理；因作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4。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痛的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故事有理。如舟止可行之于水，车止可行之于路。同上又有一段说：问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比，人把兔毫来作比，才有比便有理。同上彼之理及此彼之性，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成诸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由于这个缘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朱熹在《答流书文》的信中写道：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因此所谓发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质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语类卷一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太极，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极自本意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心如家用，即自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极。如朱熹所说，事事物物皆有各极，是道理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他又说，无极只是极致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怜惜周敦以引者注，孔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各至极之理。语类卷九十四，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可是朱熹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相拉图的善的理念，比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更为神秘。这一点就是照朱熹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但是如果万物各有一太极，那不是太极分裂了吗？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即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要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解释一与多的关系就发生困难。朱熹也有这个困难，他用月映万川的譬喻来解决，这个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于事物的某个种类之理与这个种类内各个事物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假使提出来了，我想朱熹还是会用月映万川的譬喻来解决。气，如果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
气，并在气上暖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身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达黄道夫书文集卷58。他又说，以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即此气之具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亦无嫉妒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境界空阔的世界，无形机它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语类卷一，我们在这里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缘故。关于理相对的先于气的问题，是朱熹和他的弟子们讨论的很多的问题。有一次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以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以先有父子之理。语类卷95，一个理先于他的实力。朱熹这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于一般的气呢？朱熹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行而上者，气行而下者，自行而上下言起无先后。语类卷一，另一个地方有这样一段，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朱熹心中要说的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同上，没有元气的时候，由于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说成是有时的，就是谬误的。因此若问先有理还是先有气，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意义。然而说气有时不过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时则是逻辑的谬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气之间有先有后并不是不正确的。另一个问题是，理与气之中哪一个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动者，因为理却无情亦无嫉妒无造作。但是理虽不动，在他的境界空阔的世界中却有动之理静之理。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但是气已禀受了动之理它变动，气已禀受了静之理它变静。气之动者谓之阳，气之静者谓之阴。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中国的宇宙发生论所讲的宇宙两种根本成分就产生出来了。他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阴，阴阳而后之，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语类卷94，
这样太极就像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上帝是不动的，却同时是一切的推动者。阴阳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产生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宇宙。朱熹在他的宇宙发生论学说中极为赞同周敦颐邵雍的学说。星星。由以上可以看出，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秉受的人之理。朱熹赞同陈颐的性即理也的说法，并屡作解释。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是个人秉受的理。这样就可以解释陈颖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陈颖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理。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秉气之清者未胜未咸，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秉气之浊者未鱼未不孝，如珠在浊水中。鱼类卷四，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秉受于理者，还有秉受于气者，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秉。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直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想。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圆。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朱熹说，却看你秉的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的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现逆，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却的成是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的有首尾一齐原备了。朱子全书卷四十三。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个人气秉中发现的实际秉受之性。一经发现，如柏拉图所说，他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可是固有的普遍形式的理，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以资区别。张载早已做出这种区别，陈颐、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问题。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朱子语录有云，问灵处是心亦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语类卷五又云，问知觉是心之灵，故如此意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谓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变成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支高便有许多光焰同上，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
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的性是个什么样物事。陈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人义理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的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的冷做的热的便是性。语类卷四。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孟子主张在人性中有四种不变的德性，它们表现为四端。上面引的朱熹这段话给予孟子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照朱熹的说法，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的活动。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我们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陆王学派主张心即性。这是程朱与陆王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政治哲学。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定而繁荣，它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陷人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恒的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友人陈亮1143-1194年有过激烈的争论。陈亮持不同的观点。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1500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的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长存，却又出非人所能与。只是此各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1500年被人作坏中舔灭，他不得耳。达臣痛甫书文集卷36还写道，盖道未尝习而人自习之。同上。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以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就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朱熹写道，常且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依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故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为今唯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投出头眉，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已有所利，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已而已。同上。
为了说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举建筑房屋为例子。建一栋房子必然依照建筑原理，这些原理永恒的存在，即使物质世界中实际上一栋房子也没有见过，它们也存在。大建筑师就是精通这些原理并使他的设计符合这些原理的人。比方说，他建的房子必须坚固耐久。可是不光是大建筑师，凡是想建筑房子的人都一定依照同一个原理，如果他们的房子到底建成了的话。当然，这些非职业的建筑师依照这些原理时，可能只是出于直觉或实践经验，并不了解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其结果就是他们所建的房子并不完全符合建筑原理，所以不可能是最好的房子。圣王的治国与所谓英雄的治国也有这样的不同。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讲过，孟子认为有两种治道王霸。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是王霸之辩的继续。朱熹和其他新儒家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因为他们的统治者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因此这里又是朱熹继承孟子，但是像前面一样，朱熹给予孟子的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政治的精神修养的方法。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有这种柏拉图式的思想，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将要做王的哲学家应受的教育。朱熹在上面所引的《达成痛苦书》中也说，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为今为一功夫。但是做这种功夫的方法是什么？朱熹早已告诉我们，人人其实是物物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太极就是万物之理的全体，所以这些理也就在我们内部，只是由于我们的气灵所累，这些理未能明白地显示出来。太极在我们内部就像珍珠在浊水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使珍珠重现光彩。做的方法，朱熹的和陈颐的一样，分两方面，一是致知，一是用尽。这个方法的基础在《大学》一书中，新儒家以为《大学》是初学仁德之门。第十六章中讲过，《大学》所讲的修养方法开始于致知和格物。赵成珠的看法，格物的目的是治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为什么这个方法不从穷理开始而从格物开始？朱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气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书卷四十六，换言之，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我们本性中的理。理我们知道的越多，则为气灵所蔽的性我们也就看得越清楚。朱熹还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之，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之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及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待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这本身似乎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辅之以用尽呢？回答是，若不用尽，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一智能练习，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在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是为了擦净珍珠众放光彩。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依朝大悟。这就是用尽的功用。朱熹的修养方法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他的人性中有万物之理的学说很像柏拉图的素慧说，照像拉图所说，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关于一切本质的知识，培德若篇。因为有这种素慧，所以顺着正确次序逐一关照各个美的事物的人，能够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的本质，慧隐篇，这也是顿悟的一种形式。注心号英文本作 The School of Platonic Idea， 柏拉图式理念学派，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新儒家心学 Home 目录，第26章新儒家心学，第24章已经说过，陆王学派也称心学，由陈浩开创，由陆九渊王首人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今江西省人。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他们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陆九渊的心的概念，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呼大神曰，宇宙内是乃几分内是，几分内是乃宇宙内是。象山全集卷33又常曰，宇宙便是无心，无心即是宇宙。同上卷36。朱熹赞同陈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回答却是心即理，同上卷12。两句话只有一语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的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写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是言偶不同耳。同上卷35。
可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出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给予我们一个要略说明心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只有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能看到这个系统的更详尽的阐述。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王守仁1472-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他早年热忱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革竹子这个物，革了7天7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折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由南正义有指言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意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常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冲天塞的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它间隔的？同上。”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效亲之心即有效之理，无效亲之心即无效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
礼器外于无心耶？答故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应有孝之礼故有孝亲之心，应有忠之礼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的，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明德，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是天下由一家，中国由一人焉。若夫兼行孩而分而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义之也，其心之人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义也，岂为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故自小之耳。是故见如子之人谨而必有处替恻隐之心焉，是其人与如子而为一体也。如子由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胡诉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人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人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临朝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弊，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人犹大人也，亦有私欲之弊，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爱漏犹小人矣。故夫谓大人之学者，亦为去其私欲之弊，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而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关于清明，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清明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清明，而清明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人始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以始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始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人。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同上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临朝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拘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明一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你亦增损于其间也。
少有拟意增损于其间，则是思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同上良知。如此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明德不过是无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慈心，慈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慈心。在我们对事物做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慈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如子之入井而必有触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我们已经在第23章、第24章中看到周敦颐、程颢都提出过同样的学说，但是王守仁在这里所说的则给予这个学说以更有形上学意义的基础。据说杨戬1226年卒，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新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了。陆九渊引孟子的四端未答。杨戬说他儿时几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杨此时任父杨主簿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事办完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陆说：“是闻断善送逝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说：“只如斯耶？”陆大声说：“更贺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见《慈湖遗书》卷18。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的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他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治良知。因此，治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正是格物。大学还讲了八条目，
是自我的精神修养的八个步骤。头两步是致知格物。照王守仁的说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与陈怡朱熹都不相同。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是也。大学问全书卷26，他以为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方法，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物的日常经验。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是清，即是清便是一物；意在于是君，即是君便是一物。传习录上全书卷一，物有是有非，是非一经确定良知便直接知之。我们的良知之某物为是，我们就必须真诚地去做它；良知之某物为非，我们就必须真诚地不做它。如此正是就同时致良知，除了正是别无致良知之法。大学为什么说致知在格物，理由就在此。八条目的下两步是诚意正心。按王守仁的说法，诚意就是正是致良知皆以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这种不诚与诚引王守仁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诚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诚意。其余四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修身同样是致良知，因为不致良知怎么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清明，在清明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致良知。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再引用王守仁的一段话，人心是天渊魔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致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一节知之即全体知之，全体知之即一节知之，总是一个本体。传习录下全书卷三，用尽。由此可见，王守仁的系统是遵循周敦颐、陈浩、陆九渊等人的系统的路线，但是表述的更有系统，更为精密。他将大学的纲目安排进他的系统中，安排的如此之好，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这个系统及其精神修养方法都是简易的、直接的，这些性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最需要的是首先了解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这个了解陆九渊称之为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是借用孟子的。陆九渊说，竟有一无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无闻之曰诚然。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第二十四章已经指出赵兴儒家的说法修养需用尽，但是尽什么呢？赵陆王学派所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尽存之。陆王学派批评程朱学派没有先立乎其大者，支离破碎的从格物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尽也不会在精神修养上有任何效果。陆王学派把这种做法比作烧火做饭锅内无米。可是对于这一点，程朱学派可能这样回答：若不从格物做起，怎么能够先有所立呢？立什么呢？如果排除了格物，那么先立乎其大者，只有一法，就是只靠顿悟。程朱学派认为此法是禅，不是儒。在第二十四章，我们已经看到陈寅也说，学者须先识人，人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然后以沉静存之，用不着另做别的事，只需要自己信得过自己，一往直前。陆九渊的口吻也很相似，他说：激励奋训，绝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乌泽。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孔子的权威也无需尊敬。陆九渊说：学狗之本，六经皆我注脚。同上，我们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陆王学派是禅宗的继续，对佛家的批评。可是陆王学派和程朱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同是批评两派人有不同。朱熹说：是是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道理使得。若只说到我是个空而不知有个实的道理，却作甚用？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他便道此渊只是空的，不曾将手去探视冷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世事之见正如此。语类卷126又说：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世事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同上，在朱熹看来，佛家说具体世界是空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具体世界的事物的确是变化的，暂时的，但是还有理，理是永恒的，不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宇宙并不空。佛家不知道理是真实的，因为理是抽象的，正像有些人看不见渊中的水，因为水是无色的。王守仁也批评佛家，但是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批评。他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家的一毫时？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家的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蝎子，意思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的障碍？传习录下全书卷三。他又说：佛是不着相，其实者了相，无如这相，其实不着相。佛都是为了君臣父子夫妇者了相，便须逃避。如无如有个父子，还他以人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
何曾这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同上？我们若顺着这种论证推下去，我们可以说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注星号英文本作 The School of Universal Mind 宇宙的心学派。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西方哲学的传入 Home 目录第27章，西方哲学的传入。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新儒家的两派也是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为了了解永恒的理，原则上必须从格物开始，但是这个原则朱熹自己就没有严格执行。在他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某些观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释。他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对于新儒家的反动，陆王学派就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在王守仁时期，这种革命运动达到最高潮。陆王学派用简易的方法诉诸每个人直觉的知识及良知，也就是个人本心内在的光明。陆王学派虽然始终没有像程朱学派那样为国家官方承认，却和程朱学派一样的有影响。但是王守仁的哲学也被人误解和滥用。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他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是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可是后来他的门徒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在前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到王守仁用禅宗的辩论方法批评佛家。这样的一种辩论方法恰恰是最容易被人滥用的。有一个讽刺故事，说是有个书生游览一个佛寺，受到执事僧人的冷遇。有一个大官也来游览，却受到最大的尊敬。大官走了以后，书生就问僧人为什么待遇不同。僧人说，敬是不敬，不敬是敬。书生就照僧人脸上狠狠打了一耳光。僧人愤怒地抗议道，你为什么打我？书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王守仁的时代过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无疑是批评王学和禅宗的。王守仁生活在明朝1368-1643年，这是一个汉人的皇朝，取代元朝1281-1367年的蒙古人皇朝。明朝被国内革命和外部侵略所推翻，代之以清朝
1644-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汉人统治全国，这一次是满人。可是对于中国文化，满人比蒙古人百倍同情。清朝的前200年，整个的说是中国内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对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反对成为陆王的领袖人物都谴责他们在禅宗和道家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已经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方面。有人攻击说，朱子道，陆子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谴责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这从前两章就可以看出来。可是从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谴责完全是不相干的。正如第24章指出的，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地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由于这个缘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做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摒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18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的解释着重在他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他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由于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教刊考证与文学等领域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他们的历史与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他们简直毫无所知。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
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他们的工作是改正掺入原文的许多而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前，例如明代，好读得多了。他们的工作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这种哲学研究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激下进行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孔教运动。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这里只说到明朝后期及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天文学深有印象。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及太西。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西天，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太西了。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我在第16章说过，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及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把他们当作不同的东西，而径直是认为他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第18章看到的，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同样的，西方文化的传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刚才提到在16、17世纪传教徒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但是后来，特别是在19世纪，随着欧洲的军事、工业、商业优势的增长，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的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19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就正在19世纪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康有为 1858-1927 年发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这个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即使从中国思想内部发展的观点看，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道路。在第17-18章讲过，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经文学派。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
我们已经知道董仲舒为首的经文学派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后来走得更远，竟然认为孔子是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的真正的神。康有为是清代汉学经文学派的领袖，他在经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意的有组织的宗教。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记》中有所谓“三世说”，即世界的进步经过三个时期或阶段。康有为复活了此说，加以解释说：孔子生当巨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尽至生平之事矣。翌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其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以喻知之。这些话是他在1902年在《论语注》卷二中写的。康有为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的领袖，变法只持续了百日，结果是他自己逃亡海外，他的几位同事被杀，满清政府的政治反动变本加厉。按他的意见，他所主张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自己的新思想。除了这些，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部《大同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具体的乌托邦，根据孔教的设计，将在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实现。这部书虽然大胆革命，足以使最能空想的这作家瞠目结舌，可是康有为自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他断言他的纲领不到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绝不可以付诸实施。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坚决主张只能是君主立宪。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因为他太激进了，后来又被激进派痛恨，因为他太保守了。但是二十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现代科学，它是与宗教对立的。因而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制，而孔教运动也就夭折。可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1915年起草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对于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只是作为道德训练的基本原则。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从此再也没有听说按康有为那种意思以儒教为宗教的话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谭嗣同1865-1898年在变法运动师改的壮烈殉难，作为思想家，他比康有为本人深透多了。他写了一部《人学》，将现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引入了新儒家。
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说明要读人学必须先读这些书。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想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事实很明显，当时的人简直不知道西方的哲学，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西方思想的传入，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复 1853-1920 年。他早年被满清政府派到英国学海军，在那里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人文学科的书。回国以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父、斯宾塞、群学一言、约翰穆勒、群己全界论、名学、前半部、真克斯、社会通权、孟德斯鸿、法译以及耶方斯、明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 年之后开始翻译这些著作的。此后他就非常出名，他的译本广泛传颂。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许多暗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做比较，以便读者更好的了解。这种做法很像隔意及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的有价值。但是严译的书目表明，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明学浅说与穆勒。明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明以来无此作也，天演论导言一暗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与严复同时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哲学方面理解比较透彻，见解比较深刻，可是是在他放弃哲学研究之后，他才闻名于世。他是王国维 1877-1927 年。他是当代最大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30岁以前已经研究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面与严复不同，严复研究的几乎只是英国思想家。但是到了30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究，其原因据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于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愚之真理而愚又爱其谬误，伟大之行而上学高言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无人所酷是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见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晋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还说，如斯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系统的产物。当时他所知道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史家。他说，他若继续研究下去，可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一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同上，我大段的引王国维的话，因为从这些引文来看，我认为他对西方哲学深有所见。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他深知其中甘苦。但是整个说来，在本世纪初真懂西方哲学的人是极少的。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公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教这个课程。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斯的逻辑读本的原本，用它做教科书。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讲到论判断的一课时，他叫起我拼拼 judgment 这个词，为的是考考我是不是在 G 与 M 中间差进一个 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的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耶方斯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自动的做。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解决，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他再也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计划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当于后来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有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当然可以教这方面的课程。我于是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沮丧的是，这位教授刚刚要教我们却去世了。因此我只有进中国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经文学派，有的姓程朱，有的姓陆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时。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500年。
我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他回答说，研究哲学无所谓玩不玩，若要他玩我一句话就能玩，不要他玩就永远不会玩。西方哲学的传入。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了。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的学说的意义。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他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他。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凡，理解者概寡。可是他们的访问中国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价值。在第21章，我曾说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新的概念。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随着杜威和罗素的访问之后，也有许多其他的哲学系统此一时或彼一时在中国风行。可是至今他们的全部几乎都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还没有一个变成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像禅宗那样。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在第21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赋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赋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赋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赋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赋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实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但是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没有取代赋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赋的方法。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甚至在严复翻译穆勒《明学》以前，明代的李之藻1630年卒，
早已痛耶教神父合议了一部中世纪讲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教科书。他译的书名叫《明理探》。在第十九章已经说过，明理就是辨明析理。严复将逻辑译为明学。在第八章已经说过，名家哲学的本质以公孙龙为代表，也正是辨明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经指出，名家哲学与逻辑并不完全相同，可是有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当初一听说西方的逻辑，就马上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将它与中国自己的名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西方哲学传入后最丰富的成果是复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一个人遇到了不熟悉的新观念，就一定转向熟悉的观念寻求例证比较和互相印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当他转向熟悉的观念，由于已经用逻辑分析法武装起来，他就一定要分析这些观念，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本章一开始就讲到，对于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汉学家已经铺了道路。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解释，主要是考据的与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实是十分需要的，有了这一步，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起中国人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所以很自然的是，在中国古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得到详纲研究的一家。胡适博士《先秦明学史》一书自1922年出版以来，一直是此项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其他学者如梁启超1873-1930年也对于名家级别家的研究有很多贡献。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种精神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的许多教会把中国的哲学原著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文字，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书译成中国文字？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因此在哲学领域，他们好像是在做一种可以称之为倒转形式的传教工作。倒转的传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可能有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Home目录第28章，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
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1934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1937年10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的多，重要的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个关头，战争就于1937年夏天爆发了。战时的哲学著作。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及著名的南岳。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1938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实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22章。朱熹会有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事变头指名山会翠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的激动人心，令入神往。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同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心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其他的书，《新世论》又名《中国道自由之路》，《新元人》《新元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学的修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新之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往下我是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心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他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的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含。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例如动的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及宇宙的某种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含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存在是一流形式移动，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有。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形上学。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
心理学终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心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是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世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做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他若做这样的肯定，他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为出发点，有某种事物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做的唯一的肯定。哲学的性质，我在心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这在本书第21章已经讲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干方面。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对未来的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往下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哲学和其他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与其他各门知识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物。在这个某物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例如方桌可感而方不可感，
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发展不完全，而是因为方是一理。从逻辑上说，理只可思而不可感，在这个某物中也有既不可感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在第一章中我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它的反思的性质，它最终必须思想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物。例如宇宙，由于它是一切存在的全体，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我们在第十九章已经知道，天字有时候在这种全体的意义上使用，如郭象说，天者万物之总名也。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的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个思的本身。因为他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可是他仍需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做，他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关于超越经验和理智者，人不可能说的很多。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在它的性质上一定是简单的。否则它又变成了简直是坏的科学。它虽然只有些简单的观念，也足够完成它的任务。人生的境界，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心猿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益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及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境界，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个他也就超越了理智。前几章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
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形上学的方法论，在《心之言》一书中，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斯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在老子、庄子、李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推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在西方，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他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他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他有所知。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的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
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忠于负的方法。如果他不忠于负的方法，他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他不始于正的方法，他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吾宁说他在清晰思想之外。他不是反对理性的，他是超越理性的。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他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禅宗有个故事说，据知和尚凡有诘问为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知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嚎哭而去。知父召子童子回首之，却竖起指，童子忽然领悟。曹山语录。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这样的真理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https://www.ebaymonthly.com/window/reading/filch/filch.com/htm